大家下午好，谢谢郭先，谢谢 Rosanna 邀请，也谢谢毕哥对我的介绍。我开始我的下午的一个分享吧。题目是寻找巧合啊，巧合在英文里面 coincidence，但中文里面可以把它分开来看，巧和合。巧，中国就是用来描述这个工匠的，能工巧匠都是用巧这个词。合实际上是天作之合，是一种完美的一种状态，但是它们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定义。我觉得这是一件，是一个特别跟建筑特别相关的一个词，特别是跟设计。然后就像这张图片啊，这张照片，你们可以看到在右侧的一个小的洞口里面有一个中国的古代的长城。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小心的想把那个长城把它带入到这个画面里面来，希望那个长城能够跟这个画面所显示的这个院子里面的这块石头，啊，这几根柱子，还有这个钢板的屋顶，那形成一个整体的一种氛围。那么，因为有了长城，所以其实设计了前面的建筑。那么前面的建筑跟长城，希望形成一种新的一种整体性。这个基本上能够代表，就它好像是一种无意当中的一种巧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精心的一个设计。那我想先从三个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对我比较有启发的，OK，又回不去了。对，对我有启发的三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吧，也是一种建造。这个是在河北正定的一个考古的一个遮阳棚啊，就是一根树枝，然后用一个黑色的织物，然后因为工人他就地取材，发现了比如说高处的树，然后用地面的石头把这样的一个结构撑起来，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它就是特别属于这个地方的。它如果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它的形式、它的形态可能就会发生改变，所以它是一个跟一个现场的情况、现场的条件特别密切结合的一个，同时它又创造了一个就是为工人劳作所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庇护，遮阳的庇护。那么这种庇护，它其实带来就是因为是对人非常友好的一种天然的一种温暖的感觉在这里面啊。然后也看到，这是在我十几年前在浙江路桥，就台州的一个木头和石头的一个石板桥，下面是木材，上面是石板。可以看到这个桥虽然它的材料其实很简单，然后好像也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但是它的构思特别的巧妙。它用三根长的这个木梁啊，就是木棍支撑了这样一个跨度啊，支撑了一个跨度，然后用石板，先用一个横向的石板搁在这个木梁上，石板上有一个凹槽，然后桥面的石板呢就把那个接缝就接缝在这个凹槽上。让这个凹槽的水不至于流下去，把下面的这个木梁给腐蚀掉，就这样的一个构造性的一个建造，它同时其实也是符合一个结构的力学的特征的，但是它又不是这种经过精确计算的，但是你能感觉到所有的安排都是非常的贴切，好像它照顾了很多的行走啊、防腐啊等等。包括材料的特性等等，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但它不一定是一个，并不是一个设计师来设计，它就是工匠根据他的经验来建造的。在下面这个呢是一个何陋轩啊，是这个同济大学老的这个建筑系的主任冯继忠教授。在80年代初设计的，可以看到它跟中国传统的这个建筑有着一种特定的形式的关系，那都是一种歇山的顶，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传统意义建造的木构的一个歇山顶。那么它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一种建筑的形式呢，是因为这个建筑位于在上海的一个宋代的方塔的边上啊，一个方塔园，所以他要照顾到历史，所以他就先有了一个确定的文化选择，就是说，哎，我选择一个中国的建筑的形式，
就是歇山顶这样一个形式，去跟宋代的方塔去产生一种对话。但是呢，他又不希望是重复一个传统的建造，所以他用了民间的一个竹建筑的这样的一个绑扎结构啊，就是其实就是他就画了一个草图，然后这个工匠就根据这个建筑的形态，用这个绑扎的这样一个结构去把这个建筑完成。当这里面其实他也结合了西式的这个屋架的一个结构，然后再加上民间的一些工匠的技术，最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跟地面的旋转啊，地面的台地的高低密切结合的这样一种新的一个结构。就这个结构，它既消化了这个它的建筑的目的对于传统的形式的一种延续，同时它又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形式。同时，它给这个亭子命名为河漏轩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中国通常这些建筑跟或者特别是风景中的建筑跟文学跟诗词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河漏轩就出自于唐代的一个刘禹锡的就河漏之友，所以它本身就是初衷就是希望能够传递一种诗意啊，传递一种跟这个就河漏之友，它虽然用很简单的朴素的材料，但是它想传递一个高质量的空间。那么这三个你说建筑也好，或者是建造也好，从这个民间自发的，到慢慢到工匠，再到一个建筑师的有意识的建造，它是虽然说它是有不同这种思考的一个方式，但是他们其实都传递了类似的内容。第一个呢，我觉得就他们都是跟这个建筑所处的地点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它的结构的形式是来自于地域的。那么这种结构形式，它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结构，它是一个建造体系。当我们在说一个建造体系的时候，它通常都是在一个地方，比如这个地方木头多，这个地方竹子多啊，这个地方石头多，它就会经常会采用这样的建筑材料去建造。它慢慢的就会形成跟这个建筑材料大量性使用的建筑材料相适应的这个建筑的结构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是非常具有地域性的，那么这个也是我特别关心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现代的建筑技术里面，现代的结构设计里面，通常结构的设计又是一个去文化的一个过程，去地域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又能够找回曾经的地域性，找回曾经的那种诗意，这个是我在设计里面，也是我试图用我的设计来回答的问题，也是我从这个三个简单的例子里面所看到的潜力。那我想我的第一个介绍的这个项目就是龙美术馆的西岸馆，是2014年建造完成的。那么它原来呢，这个场地呢是一个黄浦江边的一个运煤的一个码头啊，是然后在这个2010年上海办世博会的时候，然后这个厂商黄浦江边所有的工厂码头全部迁到城市的外围，然后对这些原来的工业遗址进行了一个城市更新。那么这个项目呢是一个美术馆，但是在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美术馆，就是当成一个游客服务中心来设计的。然后在我们设计的一个月的时候，那对就是业主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未来会作为一个美术馆来使用，那我们也很开心。但是我们在接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建筑已经建了一半了，就它的两层地下室已经建造好了，然后呢原来的那个运煤的漏斗呢保留了一部分，并没有全部保留。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如何去在上面重新去设计一个新的一个美术馆，那么这个新竹美术馆如何去根植于既是一个现在建造的现状，又是一个曾经历史上啊50年代60年代30年代它的一个煤作为一个运煤的一个码头的一个历史。那么这个是在我们在设计之前，因为不是已经地下室建造了嘛，所以它上面的建筑其实也有过一个设计了，当然那个设计也是作为一个游客服务中心来设计的。那我们呢实际上是在这个设计的基础上重新去建造。那么当然我们新的建造为了去寻找跟这个场地就比较有意识的一种关联性吧，那么我就对场地里面保留下来这个煤漏斗就产生了兴趣。也就是说这个运煤的漏斗它曾经是一个工业建筑，是为了工业运煤而建造的。那么今天呢其实这个功能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我们其实非常愿意把它保留在这个场地里面。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建筑很美吗？
我们都知道这个建筑在建造的时候，工程师他并不是因为美而建造的，他就是为了它的功能性而建造的。但是今天我们却从这样一种失去了功能性的也许可以称之为废墟的这样一个构筑物里面去感受到了一种新的一种美。那么这个美究竟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仔细的阅读，可以阅读到比如说这个煤漏斗它的运作机制，它曾经是从江面上把煤炭运到上面，然后每两个漏斗对应一节火车的车厢，然后把煤运到车厢里面，然后火车从底下把它运走，所以产生了这样的建筑的形式。那么这个形式我觉得它是为了一种直接性的使用而建造的，往往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它反而是一种永恒性的，反而越是在功能性被失去的时候，这种结构形式反而显出了它的文化的价值。那么这个反过来我还在想，哎，我们的设计里面我们究竟为了什么而设计？当我们设计一个功能性的建筑的时候，也许过了10年，过了5年，甚至过了2年，这功能就改变了。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建筑还能够留给你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所以我其实就想在这里面简单的想类比一下这个煤漏斗的一个建造的方式，就是怎么用怎么造， using is making。所以想，哎，它就是一个个重复的漏斗，那我想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个重复的单元，但是跟美术馆的功能相关的去建造这个美术馆。那么传统的美术馆我们知道都是从房间到房间的，因为它都是诞生于最早的这个皇家的宫殿和别墅啊，他在他们的自己的家里啊，自己的房居住的空间里面，然后展示自己的收藏，然后慢慢的宫殿变成了美术馆，美术馆是这么来的，所以它都是一个从房间到房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构成。那我觉得我也参观过很多美术馆，就经常我在这样的空间里面走的时候，就会觉得大概走到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累，因为在重复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当我走到第三个展厅里面看到一幅画，突然回想起第一个展厅，我想去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就发现我很难去回到第一个，因为都是要 road 顺路的这样的一种参观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新的漫游式的可以自由的在里面行进的这样一种展览的方式。所以我就想对于一个美术馆来说，可能它的基本的空间的构成不一定是房间，而是一堵墙，因为墙是用来挂这幅画的。所以我想如果我用一堵墙去构建这个美术馆的空间的话，那可能会意味着它是一个对美术馆本质的一种反应。所以就在这个确定了，就是在这个项目里面打算用墙体来回应这样的一个作为美术馆的一个功能。恰恰是因为墙体，所以因为墙体它其实除了做美术馆，它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功能，所以当它未来在功能发生改变的时候，墙体它依然可以发挥它作为功能性又是结构性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墙体如何，它既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又是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所以就把它跟这个原来地下室因为是做地下车库用的，那么它最经济的结构形式就是框架结构，8.4×8.4米的一个柱网的结构，会是一个经济性的或者会是一个对应车库的这样功能的结构。那我想如何把这个框架结构转换成墙体结构，那么就是一个意味着从功能性的转换，从车库转换成美术馆，然后从结构从框架结构转换为墙体结构，有这样的一个对应啊。所以就用了这个其实就用了两堵这个混凝土的墙，然后插到这个地下室，夹住了原来的这个旧的柱子和梁向上生长，延展成既是墙体又是屋顶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 unit， 一个结构的单元体。它既是一个结构的单元体，也是一个功能的单元体。就用这样的一种单元体去构筑空间的话，它其实跟原来那个煤漏斗的那种构筑方式是一致的。所以用这样一种方式，希望能够也是完成这个新建筑跟既有的建筑之间的一种关联性。那么这是一个模型的照片，可以看到新的结构是如何插入这个地下室去把它们接驳在一起，所以这样形成这种空间，我觉得是一种特别简单直接朴素的就置与野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它其实simplicity 也是 wildness 或者是一种原始的primitive 的这样的一种空间性。那么这个美术馆建完的那个夏天，我正好去了北方的这个山西长子县的一个金代的一个寺庙。那么站在那个金代的寺庙里面，因为它的那些
原来的那些雕梁画栋的木梁木柱，它的那个油漆都剥落了，然后直接把这个原来的木构的本身的材质显现出来的时候，就站在那个空间的下面，我忽然又回想到，就是我正在刚刚建完的这个龙美术馆。我觉得这两个虽然是完全不同的建造体系，但是他们其实共享着同样的一种空间的追求啊，或者是一种同样的一种空间的氛围性的感受。这种氛围呢，我觉得是跟人的身体之间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你站在那个木柱子下面，那个木柱和木梁的尺度和你它几乎还是一棵树啊，它好像就是从 地面长出来的，它属于那个地面。那我觉得这个龙美术馆它也是，它也几乎也像一棵树啊，它也是从原来地下室里面长出来的。当我们的身体站在它的下面的时候，它就是跟在这个这个中国传统的木构下面那种身体型身体感是非常类似的，所以最终就有这样一种结构的单元体去构成了这样一个空间，而不是用一种房间的空间的一种单元体去构筑这个美术馆。所以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它可能更加是一种好像是一种退回一种原始的建造的这种手法的这种方式的一种建造一种设计方法当然在这样一个美术馆里面，其实因为采用了素的混凝土的建造，那么也有开始也有很多的这个策展人艺术家也很担心在这里面办展览，他们通常会喜欢在传统的白盒子的展厅里面去办展览，现在你给我一个全是混凝土的空间，我怎么去办展览，刚开始都很抗拒哈。但是他又不得不面对这件事情，就是当他去面对这样一个大的空间的时候，他在想我要拿多大的画去放在这个空间里面，我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我的色彩的画放在这里面，会跟这个混凝土是不是可以搭一点，还是会怎么样。在这样的思考之后，他们其实每一次都做出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展览。所以在这样一个本来大家会觉得在一个很强有力的空间里面，最后是不是会失去展览本身的一种特质，最后恰恰相反，就每一个展览都带来了特别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呈现，就每一个展览都会被人记住。在这里面基本上我觉得在全球最优秀的艺术家也都到这里来过了，现在也就是说中国的艺术家都以就是能够在这里面办一场展览作为他们一生中艺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呈现。那么这是在这个展览空间里面一些人物的一些活动，也可以观察到非常有意思的他们跟这个空间场所的一个关系。最终其实通过这样一个美术馆，我觉得还是创造了一个在上海这样一座城市的有着一个工业历史的黄浦江边的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这件事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下面一个呢是一个在台州一个很小的一个美术馆，2500平方米，那么在一个山的边上，以前呢曾经是一个粮库啊，然后这个业主呢希望通过一个美术馆能够带动整个这个粮库，把它改造成一个创意产业园区吧。但是呢其实它建造得很慢，也就是说美术馆还没建造好呢，它那些粮库的空间改造完已经都租掉了，所以他也不是很愿意再花心思去做这个美术馆了，以至于他就渐渐停一停，渐一渐停一停，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最初设计这个美术馆的时候呢，也就是因为它是在一个山的边上，然后呢它又很小，占地很小，那么它可能需要2到3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一般美术馆我们会需要比较高的层高，那比较好的一般比如说7米的层高，但如果一个空间特别小，我们从1楼爬到2楼去爬7米的时候呢，通常这个观展的感受都不会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想到用一个错层的这样一个方式，这样每次只走3米5就换到一个展览空间，去形成一种空间上的一个流动性啊。然后也通过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构，想去建立这个建筑跟旁边的山的之间的一种风景的关系。那么左边这张模型照片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铜拱的结构，但是铜拱结构跟我们通常的铜拱结构会有点不一样，它好像有点飘在那里，因为通常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长向的结构的话，前面应该有一个柱子撑住它，但是我们就有意呢把撑住那个铜拱端边那个梁呢把它翻到上面去，也就是右边的那个外立面可以看到它是那个建筑高起来一块，它把那个梁上翻了之后，从室内看出去这个
这个结构好像就漂浮在空中，用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把这个外部的景色让它能够带入到这个建筑的内部，更强烈强化这种建筑的外部跟内部的一种关联性。所以这种关联性是通过一种结构的一种姿态去完成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对照片。那这张立面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说这个建筑经历了不同的时间的建造，然后每一个印记它其实都是换了一个施工单位。对，我猜就是说可能有尾款可以不付，然后换一个，就达到他们省钱的一个目的哈。然后那个中间有一块深色的混凝土的部分呢，其实是那块他们建造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经验，因为那个混凝土太重了，结果塌了，就把那个脚手把那个模板就压塌了，最后又重新补的。然后建完这个时候，他就特别不敢让我去看，然后就想用抹灰把它都抹掉。然后他不让我去看，我就觉得大概有点不大对，所以我就特别着急，就偷偷就去了。一看这个状态，他正准备把它用粉刷把它抹掉，我说你千万不要抹掉，我说你就留住它，我说这个是就是说我可能设计都设计不出来的一种特别自然的一种状态。那最终我觉得这个建筑所呈现的一种状态，就是他其实想要省钱，也不想花太多的，所以他到处都是很粗糙的，反而形成了一种整体感，一种整体的一种质朴的一种美感。然后他其实也不是专业的这种策展的团队，然后这个建筑建在那边也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去用，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路过这边，都会跑到这个建筑里面去，只要过来他就一定会进去上去转一圈看一看。好像我就觉得好像就跟我在欧洲去看一些教堂一样，就它变成了，其实变成它整个园区的一个公共性的空间。它到这里面好像并不是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看展览的一个目的，它就是一个随意逛逛的这样一个空间。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建筑太破了，所以它进去之后呢，它不会有任何的压迫感，它觉得它不会破坏什么东西。业主呢，他也不怕你进去破坏什么东西，所以也没有看门的，也不锁门，也不那个，所以人都自由去进入这样一个空间，我觉得就特别的特别的有意思。然后后来我就在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在微博上发现好多人在这里边拍照，或者是他淘宝要去卖衣服啊，卖什么凳子啊椅子啊，都跑到这个免费的空间里面去寻找一种 atmosphere， 然后去 promote他们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也给我带来了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一种，就是它是一种意外的一种公共性。也就是说，通常我们在设计建筑经常会追求那种很精致的那种效果的时候，可能反而会忽视掉一些东西。这是上海的艺仓美术馆，他们英文叫现代美术馆，现代艺术美术馆。然后原来呢也是一个运煤的一个码头啊，然后原来呢差一点这个房子就会被拆除，那么右边是拆了一半，然后呢遭到了市民的举报，所以他就暂停了。本来呢也造一个美术馆，他们觉得原来这样一个结构好像无法去支撑一个美术馆的使用。后来他们又找到我们，我们建议他们，我说现在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再拆了，然后我说我们有办法帮你把它保存在这个美术馆里面，而且可以让你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美术馆。所以我们就最后是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在屋顶上面去加一个钢的行架啊，然后再一层层的去吊挂这个这样一个结构。可以看到红的呢就是原来老的结构，然后外圈增加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然后最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对于外部来说它增加了一个对外的开放的空间。然后美术馆在闭门之后啊，24小时人们其实可以上到屋顶，可以穿过这个建筑啊，然后但是在这个建筑的内部呢，它又是保留了原来的这个结构。所以我们就因为工业建筑通常它建造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结构嘛，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悬挂的这样一个建筑的方式，然后产生了一个开放的对于风景啊，对于这个旧的结构之间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协调的关系。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就是这个斜拉杆是非常非常纤细的，它的结构尺寸比那个窗框的尺寸还要小啊。那么这个是在内部的这个原来老的这个煤楼，那么他们也在这样的旧的这个煤仓的空间里面举办各种展览。那么这个是边上的这个运煤的这个
布道啊，原来的运煤的传送带，然后也把这个布道把它变成了这个江边的一个一个休闲服务的一个空间，有很多的咖啡啊、艺术品店啊等等。那么原来的结构呢，就是这样一平一平平行的一个行架结构，然后上面呢，它是一个一个运输煤的一个传送带。那我们呢，通常左边可以看到一般的通常的结构，那么就是说垂直于原来的这个混凝土的梁去布置这个次梁，然后布置那个楼板。我们想，如果那样的话，好像就模糊了旧的结构跟新结构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所以我们用了一种新的张悬梁的结构，就让新的梁仍然平行于原来旧的梁。这样的话呢，就是用新的梁又强化了原来旧的那个结构，然后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结构。这样呢，在这个建筑下面，好像新的结构是悬浮在这个旧的结构上面，它们既共同运作又相互分离，然后新的这个空间也是在这个旧有的结构里面，好像旧的结构好像是一棵树，然后被新的东西被保护在这个树的下面。它们共同的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整体，在这个新的整体里面，它们之间其实还是相互分离的啊。那么这上面是一个景观的步道。就这个建筑建完了之后，好像又存在了很久，因为它把旧的时间也容纳在一个新的建造里面。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工作室，在西岸。那么原来呢，也是就是一个停车场，所以我们是一个临时性的建造，所以为了省钱，就想利用这个停车场，所以就选用了一个在一层选用了一个砖砌结构啊，这样呢我就不用再去挖基础了。然后二层以上是一个轻钢结构，然后用这个砖基础的结构去对应一个小空间的使用，然后用一个轻钢的结构去对应一个大的比较舒服一点的办公的使用。这是二层的轻钢结构啊。那么对，可以看到结构在空间当中的一种状态，还是希望结构能够参与到一个空间的氛围的营造里面，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工业的地块，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工业性，但是又不是完全的工业建筑。那么这张立面也可以清楚的可以体现，就是原来底层的砖结构的建造和上部的轻钢建造的一种并置关系啊。对，这是一个小的茶室，也在我们这个工作室的边上。然后这个茶室呢是在一个小院子里面，这个院子大概只有110平方米，然后还有一棵特别高的树。那棵树的尺度跟这个院子的尺度特别的不匹配，觉得那棵树感觉放在这边是不属于这个院子的哈。然后我们就有意的把这个茶室靠近那个树去布置，然后这样的话，在这个用这个茶室这个建筑去平衡这棵树的尺度和这个院子的一个尺度，同时呢，又希望这个茶室放到这个院子里面，不会对这个110平米的院子产生过度的侵占。甚至说，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种办法让这个茶室建造完之后，让人感觉这个院子比它原来那个100平方米感觉还要大啊？这个是建造这个小的茶室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用了第一个，我们选择特别细的柱子啊，就是6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细的钢柱。然后它的结构呢，也是一个组合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细的钢柱，看跟这棵树的那个直径大概有90公分哈，所以它们之间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一种尺度的对比。然后用这样一种尺度对比来去弱化这个建筑的尺度。那么这个建筑呢，是采用一个支撑加悬挂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综合体系啊，就是那个蓝色的就是支撑啊，然后那个红色的和黄色的实际上是解决它的侧向的这个受力的。然后这个建筑呢，通过这样一个结构呢，去完成了一个什么？完成了3种尺度，一个是人坐着的45公分，然后就是人站立的1米8，然后就是檐下的空间大概2米5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尺度。然后通过层层的一个出挑，就人站在室内的时候，上部是往外突出的啊，人站在外部的时候，这个建筑的下部是往内收的。往内收就希望那个地面更多的能进入到建筑的内部，然后在人站在建筑内部呢，通过上部往外出挑，就感觉这个人好像伸着手在把这个建筑在往外推一样的这样一种感觉，来去平衡这个建筑和这个庭院之间的一种很微妙的这种尺度变化。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建筑的这个座椅也把它设计成这个建筑立面的一部分，就好像同时呢，因为这个柱子只有6公分嘛，它通常也就是我们桌子腿的椅子腿的这样一个尺度，所以在这个建筑里面究竟它是一个家具还是一个建筑，它其实通过这样的一种尺度把它模糊化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建筑变小了，好像我就搁了一把椅子搁在这个庭院里面的这样一种感觉。最后其实就是建造了一个19平方米使用面积，但是那个屋顶的覆盖大概有40平米，但是在一个110平米的院子里面，最终这个建筑跟这个院子完全的就融在了一起。那么它的后面有个小小的这个院子，让那个围墙跟这个建筑之间的距离也拉短，把它强化了在内部和外部的空间。那么这个是在黄浦江边的另外一个项目，我们把它叫做边缘，英文直译实际上是 Edge Garden， 但是在建造的时候对于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功能性的建筑也有个比较多的这个争论讨论。那么这个建筑我们在建造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煤气厂的码头，原来是运煤的，然后呢有一堵这个长长的混凝土墙被保留在那边，然后这个墙呢是为了挡住煤不要落到水里面去的，曾经有2堵墙，然后靠近水面那堵墙呢已经被粉碎掉拆掉，然后扔在了这个码头和防汛墙之间，然后天长日久土啊煤啊掉在里面，然后里面长出了树，长出了杂草，然后形成了一种非常荒野的氛围。我觉得这是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因为它其实是在上海比较偏远的地方，曾经是比较偏远的地方，这样的一种基础设施的一个痕迹。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保持住这样一种荒野的感觉，但同时又能够把它转化为日常的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我们现在黄浦江边有很多的城市更新，但是通常都会把它变得很新啊，就是用很多本来不属于这里的植物，一些非常漂亮的花草，把这边改变原有的生态，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定是一个恰当的做法。所以我们在这里想提供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能够极大程度的保留现状的这些废墟，同时又能够去塑造一个新的高品质的空间。那么上面呢就是原来的旧的这个煤码头的这个墙啊，然后下面是我们用了一个单坡的屋顶，然后搁置在这个原来的混凝土墙上，去创造了一个对着一个码头缝隙的花园是一个小尺度的，但是对着黄浦江是一个扬起的大尺度的这样的一种空间的对应。然后为了减小这个建筑的尺寸啊，我们甚至把旁边的一堵防汛墙就在风力影响下它如何减少了这个对这个建筑的风的一个干扰，用此来减少我们这个建筑的尺寸，然后让它变得非常的轻巧，然后同时可以让这个屋顶的这个跨度可以变得更大。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一片屋顶，然后把这个缝隙里面的废墟，把这个缝隙中的杂草，缝隙中的荒野的树木变成这个空间的一部分，变成空间氛围的一部分。同时它其实是有一点像中国的园林，但是中国园林里面比如说它的审美的对象可能是太湖石，但在这边可能就是一个混凝土的废墟，这个混凝土随着潮水的冲刷它逐渐地改变了它的这个原有的状态。前面我们就把现有的码头把它磨光了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溜冰场，变成一个日常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它又不动了。OK， 对，这就是这些废墟，然后它们变成了这个空间场所的一部分。它本来可能会是一种在视觉上是不愉快的，然后通过你的设计的巧妙的处理让它变成一个令人愉快的东西。所以这样一种空间它其实也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中国的园林，它的屋顶的做法，廊子的浅浅的廊子的做法，包括前面的太湖石跟这个废墟的这种类比，我觉得都是可以看到他们一种关联性，但他们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那么这样一个中国传统建造里面非常典型的一个画面，其实我们也在最早第一幅这个
封面的作品，封面刚刚讲的这个金山岭的一个上院啊，一个庭院的建筑里面，得到了一个新的一种再现。那么这个建筑在北京长城的北京的东北边，属于河北，然后它是在西南方向对着北京。然后当时呢做这个建筑，让我想到了中国唐代的一个寺庙佛光寺。然后佛光寺呢是由三种建筑空间构成的，院子、台地还有大殿。然后这种这个构成，因为时间不多了，我就不仔细讲了。它其实除了一个建筑之外，它其实更重要的是山谷的风景啊，远处要在这种微雨的天气下，太阳落山的时候那种霞光，这个实际上是建造这样一个建筑大殿的一个最重要的建筑的目的啊。也就是说，中国人对于风景的一种呈现，实际上是通过建筑的方式来完成的。所以在这边我们也采用了类似的空间的构成，用院、台和这个殿去构筑这样的一个面对中国古代明代长城的这样一个风景的一个建筑。那么我们这个建筑呢是从上部逐渐往下走的，所以先进到一个院子里面，然后再在一个台地的空间里面，像在一个假山的空间里面穿行，最后走到这个建筑的外部，进入到一个大开放的一个殿堂的空间啊，然后去看到远处的长城。这是进入这个建筑的时候，先进到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是由一个浅浅的屋顶的回廊去刻画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氛围啊。然后这个钢结构的柱子，同时也是支撑屋顶的混凝土的这样一个结构，它也是支撑那个钢板屋顶的一个结构。那个钢板是1.2公分厚。然后这样一个空间，它其实就是为了解释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金山岭，就是远处那块石头，就是北京东北方向的绵延的山脉，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所有的那个山峰的侧面都会被照上一层金色，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北京叫金山岭，有一首歌叫北京的金山上，其实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个画面就是为了刻画，让告诉人们这个金山岭，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个金色的石头变成这个庭园的一部分。然后这是在内部的空间里面看到外部的这个石头啊，远处的这个石像，都是就是当你在开始进入到这个场地里面的时候，你的人的视觉是没有焦点的，但是通过建筑让你的视觉产生了一个焦点，告诉你大概要看到的那幅画面的一个具体的位置。那么这个模型呢，其实显示就是我们的空间构成里面有意的去把一层建筑变成了半层建筑，也就是说那些台地实际上是半层的，1.6米的一个尺度，来模糊建筑和地形之间的一种关系，它的尺度更加接近于在这个场地里面曾经劳作过的那些农民的就是梯田的尺度，大概就是1米到1.6米的这样一个尺度，让这个建筑变成地形的一个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产生了非常微妙的这种空间尺度的变化，它暗示人蹲下来坐下来然后这些方形的体量实际上是上部院子在这个下部空间里面的一个反应。这是一些小的庭院啊，这是下部的这个大殿，大殿其实共享了那个佛光寺大殿的一个金镶斗底槽的一个木结构的建筑。那么中国传统建筑通常都是由屋顶、支撑和基座这三个要素构成的啊。那么这三要素实际上是林徽因先生总结的中国建筑的三要素，它也是我们建筑事务所的名字，大舍的舍字的空间构成啊，就是屋顶叫基槽围，屋顶支撑和基座。然后但是它的这个我们新的结构是一个全新的一种结构，不是木结构，一个有一点点像一个女生的丝袜啊，被揪起来，然后把顶上切掉一部分，就是形成这样一个结构，一个钢板带的聚合物砂浆的屋顶。那么我们刚开始做了一个1:1的 mock up 在这个鸟巢的广场上面，
建造完了，当时是为了一个展览，做一个那种可变的居住的一种一个展览的一个空间，然后顺便做了一个1:1的 mockup。 但建造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屋顶由于工人是现场手工去抹的，所以呢就对那个厚度的把握很难精确化，最后就造成有的地方是4公分，我们设计是4公分，然后有的地方就变成了10公分啊，就屋顶的重量就发生了变化，那么在风力的影响下它就会抖动，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改变了建造的方式啊，用了这个碳纤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它分解成很多六边形，然后在工厂里面用智能机器人 CNC 的这个切割，然后用碳纤维附着在这个 CNC 切割后的聚酯泡沫里面，然后形成一个个结构的单元，然后到现场去拼装而成。然后最后表面又用一层碳纤维把它全部把它那个盖掉了，然后好像看不出原来的建筑的结构了。但是有一天在刚刚下了一场小雪的时候，这个建筑的结构突然又显形了，让我觉得特别的惊异，然后也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就这个结构，它一个内在的看不见的结构，突然在温度的变化里面又显形了。然后当然随着积雪的增加，这个那种隐形的结构，那个显形的结构又引回了它的这个无形之中啊。最后它创造了一个跟风景去对话的这样一个空间。这是最终实际上就是为了去创造这样一幅画面，人坐在这边去看旁边的石像，远处的这个长城。这个是建材料，最后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就不多讲了。但是这幅画面可以看到，就是说每一个建筑所对应的一种原始性的结构啊，一棵树或者是一个艺术家的雕塑，或者是曾经就是一个工匠的一个随意的一种建造性，但是这样的完全不同的建造之间，他们其实存在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结构性的一种风景的关联，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人的潜在的身体性密切相关的，就是说它是在任何文化里面都可以感受到的一种原始性，就是随着在英文可能叫 rote metaphor， 就是在结构里面就存在的这样的一种 rote metaphor， 它是可以跨越文化之间的鸿沟的，是让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人都可以共同理解的，在一个伞的下面，在一棵树的下面。我想我们创造这样的空间是可以去不管是我们今天的技术如何产生新的变化，我们仍然可以找回我们曾经的这样的一种远古的在我们身体内部内在的一种诗意。谢谢，我今天就说这么多。